这么说你要去转世了？您怎么知道？您认识我？你就是上个星期从河里捞上来的那个女孩，已经在店门口转悠三天了。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想在临走之前见一见从前的妈妈，我有重要的话要对她说。好吧，你知道你妈妈当年最爱吃什么吗？她说她最爱吃的是烤鲜奶。那我就给你做一个吧。食神归位。将食材放入锅中，边加热边搅拌，搅拌成糊放入冰箱冷藏，切成小块放入烤箱。鲜奶，吃吧，吃了就能见到妈妈了。啊，真是太好吃了。有什么话快跟她说吧，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。小妹妹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怎么了？是饿了吗？我想告诉你，你不要跟你现在的男朋友结婚啊，他将来会家暴，不仅打你，还打你们的孩子，说脏话，抽烟喝酒，还花心。小妹妹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谁啊？我是你未来的女儿啊。我未来的女儿？这怎么可能？妈，你千万别嫁给我爸爸，不要那么苦，不要生下我啊。这妈，你千万别嫁给我爸爸。我的时间到了，我要走了。孩子，你这辈子辛苦了，下辈子但愿你能走运点。嗯，谢谢你，食神大人，再见。